我们丽人的大家长李秀美校长，掌声欢迎。各位长官，各位来宾，各位亲爱的家长、小朋友、老师们，大家长，感谢老天爷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，重要的是还有很干净的好天气，让我们能够朝气蓬勃迎接三十而立。丽人国小三十岁了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1988年，丽人国小由陆玉兰校长创校，接着由张金龙校长、张永雄校长、张英吉校长、赵祝林校长专业的传承，培育了非常多优秀人才。今年2018年，校长来到这里第三年，遇上了我们的30周年，我特别特别的开心，也非常珍惜我们这一切的美好，尤其还有丽人家长会非常坚强的团队，有这么多的会长持续的在关心我们。那今年30周年校庆筹备会，在荣誉主任委员陈天问会长啊，然后呢，我们陈守龙会长、张干张会长，以及我们的陈汉春会长啊，不断的持续关心我们。那今年我们的主任委员赖家元会长、秘书长陈正豪会长，以及现任张世忠会长一起不断的支持陪伴着我们，还有我们的爱心志工会，尤其我们的志工会里面除了很多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，有的还是已经很大的校友的这个家长啊、退休老师都一直在关心着我们，还有我们爱护我们的彩虹志工，以及非常多的家长都非常的支持我们，出钱出力，让我们办了这么热热闹闹的这个校庆，也支持我们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的生日礼物送给学校。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日礼物送给学校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的图书馆故事星球啊，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梦想啊，也是我们希望送给每个小朋友最美好的礼物。校长常常鼓励我们小朋友每天要做三件事，一个就是要爱阅读，第二个就是要享受运动，最后呢还要懂得天天感恩。校长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家长陪着我们小朋友，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的丽人三十，相信未来所有的小孩都能够达到我们这次30周年里面所说的非凡达人啊！最后祝福大家